等一下，主人要带他比较专心的走路，然后最后他主人停下来，他能够坐下，然后他可以卧倒哦。开始，现在旁边都是狗哦，加油哦！基本上是 OK 哈，只是说中间那个卧倒的时候稍微有慢一点点的哈。好，来换你，来。你看他在看那个狗，你要注意哦，他现在在看哦，把它提点一下，要它回神。有。对。它变快了哦，注意注意注意！哎，对对，刚刚你那边有纠正是对的哦，不然它没有办法坐下哦。加握到，对，没有回神，它没有回神，没有回神，不是不是，它重点是在回神，不是你那个动作，你那个。没有回神，你怎么动作，他都没都他都觉得一样。来乱我嘛！我的，开了啊！有。好，现在就说这个没有绳子的，他在狗这边干扰。我现在就是让他就是没有很长，就是牵着，能随行。没看到的，先抓一下，先抓一下，练。你们现在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因为你没有绳，你一下子不习惯，而且这边又是很难动，哦，不能动哦。狗一样哦，有在旁边，我没有叫它动之前都不能动。那你现在没有绳子，对不对？它你那个在动的时候，你要先你的手当过绳子，先勾住它的那个鼻子的项圈，带它几下，带它几秒。感觉到他有在跟的时候，就放掉了。当他分心的时候，就拍拍大腿，利用你身体的所有的资源，要让他的那个心全部在你这边。哦，这个是我现在是无神的，因为他有神已经练得差不多，物理传动他已经变成身体自动啊。呀，靠！这个他会跟着走路嘛，啊，注意我哈，来靠，靠，这个就是服从，跟着就是亦步亦趋的哈，那个服从没有问题，大家看到了嘛，哦，但是我现在做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动作哈。狗不见得做出正确的这个跟随哦。靠！你看，我有讲靠的，你注意看哦，靠！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他不变笨了啊？我一模一样啊！你看我跟刚刚的动作是不是很像？你再看一次哦。我前面不是讲靠，他就走了。我也有掉掉哦，也是一样哦。这个就是指挥技术
也会掺杂在里面。他敬畏我的心完全没有改变，但是我的指挥让他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动作，看起来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很像，可是跟我刚开始那个左侧随行又不一样。你再看一次，对，这转这来这样靠，看一次哦，靠靠。你看我有拍大腿哦，我现在也拍大腿给你看哦。靠，哎，没有啊，啊，我现在开始又让它动哦。靠，哎，怎么又动？所以呢，这个刚刚示范给大家看这个重点，就是说，我的那个小狗其实它本来就对我很服从，很喜欢我，很敬畏我，可是我只要动作做出来，它感觉不是那个叫它跟随的那个动作，它自己感觉到那个不是，它就没有反应了。它不是注意力不集中哦，它是觉得说那个好像不是叫我左侧随行，所以狗就做不出来。所以有些我教训练过的狗客户在带回家以后，他就说老师啊，我跟动作跟你就一样，怎么后来他都不太听哈、这有两种原因啦。狗如果老师训好了，可是你人的那个饲养管理或者是控犬技术上面让他对你不尊敬了，你控犬技术再正确也没有用，那个他的心不在你身上，狗已经很对你完全的尊敬，可是你的控犬的技术让他误以为不是那个指令，他也不会服从。所以这两点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我的学生呢，他要去努力的把我讲的这两点呢把它分清楚，要把它做好。谢谢。